好，姐姐跟弟弟在排队买这个少主最在地小吃杜拉白面棍。好，那我不知道会选什么口味。哇，两根炼乳啊，还有什么口味？哎，我们好了，你再过来。三根炼乳哦。好，好，等一下。炼乳要转了。好，好，三根炼乳。对，三根炼乳。180。好，刚刚付完钱了。好，人真的好多。现在老板在做了。只有一个人可以吗？这块是要旋转。好，对，左右转。弟弟，远一点，远一点。远一点，这个是好，转一转，转一转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左右转，来拿枕头。好，去旁边吃。好，是妈妈的了。妈妈的，让她慢慢等。来，姐姐吃看看好不好吃。好吃吗？好，看弟弟。我再拿一下咖啡。好，我去找金盘吃吧。我是想要买传统。